走过一甲子的南亚塑胶，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塑胶加工厂，市值突破7000亿新台币的全台十大民营企业，全球102个生产厂达超过3万多员工，缔造全球可塑剂与聚酯产品的生产领先地位。作为台股50指数的绩优企业，从基础到高阶，南亚塑胶仍持续增强的成长率，来自于各项详实的投资标的，除原有的普及产品，也持续在高阶领域打造差异化的发展，再创商机。多元化生产规划，南亚塑胶在疫情与通膨议题来到的此时，各项表现继续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纪录。作为产业巨头的同时，也不倦地迎向下一个世代继续领先的契机。